怎么一艘船呢？总经理，总经理。 必胜大绝，什么？第一招，来跟我一起move，move，摸自己的身体，开腿，手，然后，打自己屁股用力，不是啊，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只扒着大树的无尾熊，而它当然就是那棵大树了吗？ touch它，重点是要让它看得懂、吃不到。第二招，用你的嘴巴喂它吃水果。首先，你要很迷茫的看着那颗樱桃，然后拿起那个水果，眼睛闭起来，在你的身上或脸上游移，游移。 怎么这么热？哇，空调是没开啊！哎，我去看一下。这空调是一个坏掉了，我去柜台拿遥控器。哎，怎么反锁了？哎，小心开门啊！你把我反锁在里面啊！没他这不开门啊！自己不开，谁叫你不拿我的礼物？谢过。